包括短打，然后这种打带跑的一个战术。果然走了，结果这个球打穿了一垒之间的防线，哇！现在提前起跑的曾玉杰要上到三垒垒包了。哇，结果点没有点成功啊，结果杨耀华反而是用打带跑战术敲出了一支一二垒之间的穿越安打，变成一三垒上有人，在九局的下半一出局攻占到了得分的大门口。这个叫做无心插柳哦，这不是教练的战术成功，而是无心插柳变成了一个打跑战术，然后一个幸运的安打又是反方向，这个起跑也抓得很好。哦，要多得这机啊！不过重点要有再一支的安打或是深远的高飞球。哇，这刚好是跑者启动啊，二垒手的重心有往二垒这边稍微移动了一些。